这段时间肖战简直就是人气爆表的状态，各大平台的热搜榜首几乎都出现了他的名字。前不久举行了某平台的颁奖晚会，我们的小赞作为新一代当红小生，理所当然也会出席现场。当时主持人表示，目前肖战的点击量已经超过了300亿，可以说是极其高的一个数字了。他的受欢迎程度完全就是一线明星的水平，现如今的他已经28岁了，很幸运地成为了星际男神的代表。虽然大家都知道他非常帅，有着一张人神共愤的脸庞，但是你知道真人到底有多帅吗？当时 baby 为了给现场粉丝谋取福利，于是乎就希望肖战在台上给大家演示一下几种不同的笑法。只见他不好意思的甜甜笑了起来，更是有痞痞的坏笑，各式各样的笑容直接就把观众们给打倒了，无人不沦陷于他的笑颜之中，就连 baby 也不例外，一直不停在偷瞄起肖战的侧颜来，完全就像个少女似的。不得不说，战哥的颜值真是太高了呀。看完视频，我们来玩一个小游戏吧。小明只有3根头发，为什么要剪掉一根？